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16年 ，Benz A180 AMG。A180 是 Benz 旗下的五门掀背车型，那在市场上的能见度也非常的高，深受年轻人的支持。A180 AMG 的版本 ，AMG 的话有配置 AMG 的空力套件以及铝圈。那内装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后座的车门气氛、后座内装气氛，完整性都还不错。那有全景天窗以及顶棚配置是黑色的。前座的车门气氛，然后有三组的记忆电动座椅，前方的一个内装状态 ，MG 的平板方向盘，然后有定速限速功能、万能快播键、音响快播键跟 iKey， 跑78000，而且有原厂保养，原厂保养的记录，好在这边。那倒车影像，我包含前后雷达的车距提示。那这边有驾驶模式的切换跟双驱动系统。2016年的 AMG A180 AMG， 跑78000，原厂保养里程保证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